声音太大小的跟我讲啊。来实战，这个马奇基本上是吊打，我觉得是吊打。好，我心里大概有个底，我知道这一队在玩的诀窍大概是什么，心里应该有数。这一队心里有数了。抓伤害，直接减一 CD， 理解吗？观念很重要，这直接你就帮他减一 CD 了。跟我想象中差不多，这队有意思。你们可能不知道我在攻他小，但是我等一下再跟你们说。完美。洗手，我还没得玩呢，我不知道。第二个，新珠骑手，理解理解我就理解，不理解没关系。转。好，一样新珠骑手走，下面一位。先回血，减CD。理解这队的好处了吗？好，这一队如果要快速通关，我觉得最好的方法直接开冰河。直接变身 ,OK? 然后接下来这一回合什么珠子骑手就很重要了，很重要了。我认为是。新珠骑手。为什么？因为水珠太多了，你这个经过都会变水珠，所以你要新珠起手。这会儿就水珠起手。OK 了哈，再一次。我就信。冰河要开个金光火焰旋风拳，有没有？这一队有意思，真的，那个龙哥一直激起来你就很爽了 ，OK 吗？了解了。
冰河直接逛过去，欸，不够哎，再来。OK， 啊，开车，开艾莉亚就确定九系吧。欸，好像也是这么说的，可是我艾莉亚不是用在这边说，我没有想到那么多。没有发现我这一队 有爆发也有减伤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有发现按 A， 没发现按 B 请投票。看昨天上左边那个差点把他撞下去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人发现我这一队很硬？有吗？我刚大概等于九钢魔盾那地方我被开了好几下没死，欸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秘密，欸？但按错技能，好笑，全部开光。冰河减伤，对一半。啊！我直接把他灌过去，妈的，太强了吧！有没有发现我这一队到底强在哪个地方？为什么不知道？不是冰河那么单纯，对，库拉讲对了。这个一定要开这个，我觉得。嗯，有点危险，还没有那个攻击珠哎。金光了，嗯，有难度哎，人家秒数给我变很短，你知道吗？我故意消一康的哦，我让你看这队到底可不可以撑哦，懂吗？我让你看这队我是怎么撑的。我这，你看到？我看到，吓到了吧？应该吓到吧？我也吓到了，我以为我要死掉了。嘿嘿嘿，观念很重要，各位。我看到，硬硬的，绝对你别台看不到有人这样玩这一队，绝对99.99%。因为别台现在都关台了，应该是没有人会这样玩。靠腰也送掉，看，亏我开那个技能，结果他奶奶，我快被他气死了。我好，你先等一下，旁边休息一下。OK 啦。没问题，学起来。然后断了，我重开了。哦，其实我刚才在除 CD 啊，所以应该没有，大家应该没有太大疑问，应该是。记得哦，那个要经过，哦，那个谁讲断线的，那个有观念哦，就是你假如没有经过的话，它技能就会断掉。我这样玩应该超硬的吧？刚那一关应该是大家都是直接爆过去了，只有我在那边磨吧。叮。
非常好，居然没有新珠，漂亮，直接干掉，直接干掉。哎、欸，真的没新珠哎、欸，怎样？啊？太夸张了吧，兄弟！你应该没有看过有人在这一关直接把他干掉的，我是没看过、啊。好，直接干掉好不好？我们要就屌一波，要就是屌一波，真的，要就是屌一波。走！啊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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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虾米味？掉不掉？掉掉！感觉好像少了一点点东西。强化剂，哎呦，这边有一颗，这边有一颗。走！哎，哎，哎，调皮呢？哎呦，调皮呢？哦，我没看过这么调皮的哎，真的，调皮呢？走！不是，你刚没心珠有点扯，整版都没心珠哎，你不觉得很扯吗？不过这一队 我知道怎么玩的，我玩一次我那个手感出来我就知道怎么玩这一队了。四十哦，然后基本上他的龙科我不太会开他，这一队我不太会开龙科，因为他龙科就是他的一个很强的技能，所以我基本上我会保持他不断龙科。你们看到我这个紧张，真是舒服，真的超舒服。对吧？哎、欸，靠背啊，没有伤害了，这个是，这个真是屌到了。跟我预计的范围内是一样的好用。太强了这队，我搭配上库拉这队简直就是无敌组合了。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？因为他要水了，我搭配库拉这队几乎是无敌。你们觉得搭配库拉真的很配的，帮我一波起刷一下吧。我想知道你们的看法是不是也跟我一样？就搭配库拉靠腰，这点是，啊，已经够肥了，还他妈还带外带点伤。感谢秋烟燕，是不是？怎么看？就搭配库拉很绝配的，帮我刷个一波气好不好？没光，是不是？哎，结果都没人刷气哦，这么可怜。喜欢困起来哟，大家都睡着了，真的吗？睡着要讲一声，我可以理解，我可以理解一下。是大家都睡着，好像是哎，我感觉好像死气沉沉。新会员来刷了，帮我刷个气哦，感谢。好吧，直接弄他吧。你们注意看哦，三颗水珠看伤害可以造成多大伤害。嗯，舒服，我喜欢。
刚刚是三颗水珠啊，现在是两组，他已经走了。帮我刷个气了，感谢感谢感谢。这边就要战略性了，因为你要把那个弄成新珠，所以你现在是要跟他耗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再把新珠错开，然后 我的线是不是断掉了？我线是不是差捏捏弄到断掉了？然后忘记了，好像是。增加攻击力而已，还有回血，所以我现在是不需要回血，所以没差。完美，记得要新珠，要新珠起手，因为你这样就不会缺新珠了，这队就很好打了。念没关系啊，因为那是真伤的。好了，你们觉得我几趴可以把它干掉，对吧？我的认知啊，直接干掉，85%，有点没把握哎，思考一下。算了，我还是正常通关好了，但我怕了，真的。那这个没有真伤，完蛋，出错招了，没关系。这没有解析的必要、啊。等一下，靠背，按错了。没有了，我是故意的，我是故意的，对，这次真的要认真哦，真的要认真哦。叠珠，双重叠珠，再叠，再叠，不开龙哥，哦啦哦啦哦啦 ，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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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， 啊，为什么没有开这只？啊？但健忘了，老人家真是健忘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没事、啊，小事小事，没有，我觉得他那个减伤不够啦，太多了，我们再多弄一下，我一定要一炮轰过去，那才会爽度了。啊，做效果 ，K 问号。好啦，我就要全开了，全开灌下去才有爽度了。天哪，我是这样觉得，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。稳定度很够啊，对吧？稳定度很够、啊，你不觉得稳定度很够？不用线了，不用线了，要线可以了。现在马上给他一条线。好，给他一条线。OK 啦，没问题啊。真伤，拼起来。要马上念能力有九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啊，这个就是组合技啊 ，combo 啊，学起来哦。会了吗？会了一波气刷过去。扛不啊！
啊啊啊！我们就开金光火焰旋风拳，啊，就做效果啦，哎呀，我就做效果。我刚没有开金光火焰旋风拳，是这样子的，应该刚刚是没有跳起来吧？我应该没记错，他刚没有跳，刚刚是没有跳的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他刚刚应该是没有跳。对吧？我应该没看错啊。OK， 问他，刚刚没有金光火焰旋风拳啊，那不是我的问题吧？对了，火焰旋风拳他脸歪掉了。干，奇怪了，这一场明明就是很简单打，怎么打那么久？我冲他死啊！他俩两分真上去了、啊，这真假的？我有点忘记了。有来有两倍了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回复力真的超舒服的，来试试看三颗星珠，看可以补多少了。哇，三颗星珠，哎，我是补到两组星珠啊。再看一次三颗星珠，哇，三万多哎，超舒服的。好啦，我真的在这要认真哦，不要再开玩笑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再开玩笑了，我们要认真一点，知道吗？真的要认真就是开这一招，知道吗？理解啊，一波气刷过去吧，各位。不用怀疑了，这场真的一波气了。各位观众，金光魂旋风拳，啊哒哒哒哒哒哒，啊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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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刚刚十三亿吗？我没看错。翻译嘛，是不是？柱子毛好像有点多啊。看错了是不是，OK 啦，一波七吧。回防效果满分，感谢。那是故意的啦，哎、欸、呀，我怕大家带无聊快睡着。你刚不是快睡着吗？刚不是有人说快睡着？我帮大家找点乐子。哦了了，开谢谢各位，十三亿 OK 了。